欢迎收看料理周记，我是资静。身为一个贴心的学姐，当然要帮学弟妹们做一些料理，然后拿去送给他们吃，加油打气一下。对啊，原本是这样，没错。什么意思？谁这么大胆？欢迎一下我们的来宾。当然是我。没事啊，那就放心。哎，怎么样？对学姐，对，不知道，我以为是什么陈守恒或阮少之类，我可能直接火大。我今天是来复仇，你知道我要复什么仇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因为你抢了我料理周记的主持棒。对，有什么？不然你主持好了。没了，这么随便，直接放弃有没有？直接放弃啊！对啊，我今天你真的不要小看我，我现在还是在小看你。对，我现在还在小看你。你等一下就不会小看我了，因为我今天很厉害。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备料，你等一下就会被我惊呆。我跟你讲，哎呀，这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带了一个好朋友，他叫梅善平。你这样不是就直接给我作弊起来了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知道啊，你知？你知？我知。一救命，对，你可以不用讲台语，没关系。他不是那个什么22种家电功能，15种内建烹调模式，你这就是作弊做到底啊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讲的还不完全哦，他有6万多道食谱，帅气。你并没有规定说不能带任何的帮手啊，厨神啊，他就是厨神，那你对啊，所以我今天就是厨神他老婆。我今天要做的是泡菜猪肉松，直接点这个就好了。那我今天要做的是金沙炒芦笋虾仁，来啊，赶快备料，不然你会来不及啊！我现在反而被他耻笑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被他看不起哎！蒜头该切的吧？我跟你讲，女生切完蒜头手指都会臭臭的，这样男朋友会不喜欢。怎么样？很有感觉，对不对？让手不臭臭的秘方就是我们梅善平。我现在就把我的蒜头直接丢进去。不是，我现在根本就是没有空理你啊，因为我还要再备我自己的料。没关系，观众会理我。看我放好蒜头之后，盖子盖起来。下一步。我把速度转到5，我就只要这样转一转，你知道吗？哇 ，Oh my god！ 他感觉我在切蒜头了，很猛哎、欸！他切好了，我老公只花了2秒。男人快不是件好事，我就看你切菜，我就看你要多嚣张。现在呢，我就用这个刮刀棒把我的材料刮到底部，等下他才炒得到。感觉很好用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但我都不自觉想要看一下。你还是赶快忙你的吧，因为我真的怕你来不及。下一步，加入2大匙的香油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噔噔，那把盖起来，超方便的。下一步，现在转到速度1。现在切的这是什么啊？咸蛋黄地瓜吗？咸蛋黄什么地瓜、啊？黄黄的，以为是地瓜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周记到现在就是几乎都被他们整哎，现在我还要被你这样瞧不起，我真的是自信心严重受到打击。对啊，哎、啊，为什么他们瞧不起你？不是他们瞧不起我，是你瞧不起我。从头到尾就是你瞧不起我。没有啦，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谁叫我今天带这个有点小作弊的好帮手。哎。哎、欸，你现在进行到的步骤是，就是好不容易已经碰到虾子了，好不好？哦，终于哦，对，终于。那、啊、我已经好了，我要再下一个步骤了。放入200克梅花火锅肉片，来吧，优雅的把肉放进去。我也要开火，终于。啊、哦，终于啊，对，终于。我已经到一半了嘞。怎么看？你老师，我都不会看，你说你要做菜？不是，这个是轻轻松松要开始处理肉了。方便，真的很想要一台。什么方便？那个根本就是他在引导你做。对啊，欸，我跟你讲，不管我做什么步骤，他都会跟我讲。他说你放什么东西，放几克，然后几分钟，他自己都设定好了。我就把东西丢进去就可以。好好，他都不跟我讲话。如果他会跟你讲话，也是可怕、啊。对，鬼故事，对，直接鬼故事，不好意思。学厨艺学这么久，还不如早点认识梅善平。我真的心好累哦，我这个。我已经不管那个什么油烟了啦，而且他一直狂喷哎。对啊，哎，小心一点哦。我们美善品，他什么都不喷哎，真的是超安全又方便。我就在旁边这样穿美美的，身上也不会有什么油烟味。对啊，就给你赢就好了。不会啦，你还没吃到嘛，等一下再说，不要这么没自信啊。吃了之后你才会输得心服口服。哎，
较好了。那我来继续操作下一个步骤，加入200克的泡菜，泡菜加进去，转到速度一，好了，再等个2分钟。这个时候我先来处理一下我的葱，到现在才要给我切东西。对啊，因为这是我今天唯一需要切的一个东西。我真的是，我觉得完全没有在被你尊重的意思。哎，做菜真的太轻松了吧，轻轻松松变厨神。我有加西兰，我有加西兰哦。哦，金马脏话，好可怕哦！哎呦哎呦，要修哦，很可怕的。对啊，相较之下，我们美善品多么的温和啊。对啊，哎，我这个美善品啊，它不止烹饪方便，它也很安静哎，你不觉得吗？从头到尾都你那锅在吵，从头到尾也都是你的声音啊。我是陪你聊天，你知道我用心良苦啊，真的是，真的是谢咯，好心被雷劈。好，接下来加入100克的葱，加入1大匙酱油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加进去，2大匙米酒，1大匙的蚝油，1大匙的糖，转到速度一，再等个3分钟，我们就快要完成咯。我跟你讲，味道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输了。你在那边现在比快，你现在还没有在见真章，吃下去之前都还不算见真章啊。对，这句话真的是要送给你。你还没吃之前，你真的不知道我这台有多厉害。我会不会等他自己先试吃，然后我就先端走，也不去那边了？所以你今天主食道是因为它里面，我刚好跟你说，它有6万多道食谱，我就随便选一个，随便选一个，就是我希望不会让你输得太难看的一道食谱。我是认真的，对，真的是怎么样？我一直被呛，怒火攻心。如果奥运有比呛虾，你一定拿金牌。给你一句劝告，怎样？美善品要有，不要再做菜做那么辛苦。我刚刚那个油又喷的我都快疯了。对啊，然后还要被小胖嫌手臭臭。我的下一步，哎。不好意思，没有下一步了。啊，突然就做完了。你连你做完你都不知道你做完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美善品会处理啊。直接按下一步，他就说可以享用的。哇，好香哦！你有闻到吗？天啊！我不想承认我有闻到。好，我们现在进行盲测试吃时间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知道哪个是谁的啦。还好，对、啊，你就吃吃看吧。就是我觉得好吃，然后又有打被打气的感觉，是这个。这个超实。因为我就觉得好吃，然后辣度啊，整个咸度都很刚好。哇，天哪、啊，真是你这样称赞我的厨艺，我都不好意思。那你知道他这个这道菜有个小秘密吗？这个其实是机器煮的，根本就不是他好不好。我的机器人老公，他叫做美善品。我只要把东西丢进去，它就会做这个。太厉害，这真是蛮好吃的。因为真的超简单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是把东西丢进去。因为真的是好吃的。哎呦哎呦，吃的比刚才那个霸气许多。这个比较好吃。为什么？这个吗？因为这个咸度太高。是虾仁嘛？那不够脆，也。粉粉的口感，哇，你很认真哎！我当然啊 ，OK 啊，好，心里有评价了，嗯，好，我选择这个，真的，好开心！我靠一台叫美善品的机器帮，真假的？真的，就是它，我就把料放进去，它就帮我做好，对，嗯，观察一下表情，喜欢这个，嗯，直接说出来，很棒。它在整个口味上面是很协调的，嗯，哇，这个就油了一点，太咸了，对，你毛很多呢，是黑马，我可以选择，我选择是泡菜炒猪肉，有一台机器超厉害，你把东西料丢进去，它就帮你做，美善品吗？你也知道，这不愧是厨师界的传奇。我挑一个选，哎，还好吃哎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哎。嗯，还不错哎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请问等一下还要再叫人吗？不用了吧，这胜负就是这样啦。这很像餐厅做的哎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吗？那是泪水的味道。对。你没有，你刚刚在用美善品的时候，我在旁边哭。为什么我没有这台机器？然后我就狂跳。所以才会过咸。对。
那我们今天还是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来复仇啦、啊！我这一面倒的称赞，我真的自己也吓到、欸，有没有很励志？很励志哎、欸！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直接两个主持人都被美善品圈对圈粉，连你都想买了。对啊，我用到大力和小力和，对不对？就直接买了。对啊，以后就不用再精进厨艺了，就那个精进主持的部分就好了。好，开玩笑，最后连我主持功力也嘴了一下呢。没有，学妹加油加油！谢谢，好，我们今天谢谢妮娜，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志敬。你们心中的冠军人选是谁？彤彤应该是黄老师吧？珍珍、燕硕吧？我也要选燕硕。燕硕、欸，硕燕，林燕硕、啊，林燕硕吗？对，林燕硕同学，珍珍，志凡，我想要珍珍赢。燕硕，觉得珍珍会是冠军。燕硕，看好伟嘉的，觉得燕硕啊，燕硕伟嘉、啊，就我啊，心里面当然是放自己嘛，燕硕。我觉得我有机会，当然是燕硕。燕硕，因为他不管是年龄啊、体型啊，都是第一。很猛。那加上他的这个在厨房的年资，来来来，讲人家，讲人家，自己猜了。不要吵。